乐。赏赐，去年呢，那个欧豪威利兄在一次机会中打了一个歌词给我，哦，这弟兄能不能把它写成诗歌？好了，我会请他还给我。回去呢，把矿工图就给我一盘，写下了这首新的诗歌。跟一般的诗歌不一样，一般的诗歌是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等等，最后副歌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一首诗的歌词呢，因为编排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唱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前两行都一样。那么反而我们认为副歌那个不一样的，应该要一样的是不一样。因为要符合他原来的歌词，这个歌词呢，开头主更新我心，用你爱交换我灵，感谢主，非常的正面，这是向主的祷告，也是群主给我们的命令，主可以不经过我们的允许，直接更新我们的心，用他的爱浇灌我们的灵。好了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东西的非常感谢东西的弟兄姊妹呢，一同来唱这首诗歌。
的。